兄弟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来，一个诗安尼讲：大汉的囡仔，认得上天光，归来归荷兰花，归荷兰花。来，三个人就是我，一切都要好的。Amen.
个无影。无影了时阵，你嘛不知影家己来伫倒位，茫茫渺渺。这就是咱的社会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属于什么人，你是属于这个世界，还是你是属于主耶稣？主耶稣咧甲咱讲，这世间苦难总是伫我有啥物？平安，伊嘛甲你讲，你若落苦，呾六代人就有我，我要赐予你啥物安息。所以咱今仔日拢来到做面前，就是咱要得个安息，咱要得个上帝的帮助甲看顾，这是一件非常通欢喜的代志。咱咧在唱歌，我欢喜，因为我上耶稣的时阵，欢喜是啥物表情？我真欢喜，你有感觉我欢喜？我真欢喜。真无欢喜的感觉，所以在阮咧唱这条诗歌时阵，检查你是有苦难，有忧愁，有艰苦，就是你知影有一位上帝当互你挂靠，你毋免家己担遐艰苦时阵，你的心就会欢喜，你的面就会有笑容。虽然可能你的心内的智慧，你会咧想讲，无人知影我的艰苦，无人知影我的忧愁，总是啥物人拢知，主耶稣拢知，上帝拢知。伊知咱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所以当咱唱这条诗歌的时阵，我欢喜，因为我知我上耶稣的时阵，这是高顶大的福分。咱搁三个人的这条诗歌唱阿门的时阵，我要请圣歌队大声来回应阿门，圣歌队来唱阿门，来唱阿门主来咱回头。我看你有欢喜无嘿？Thank you.
前看到一个消息，讲人写书会破病，就是欠血疼。上帝真好，上帝关心咱，上帝照顾咱，就是一日疼。可是，有一个故事讲，我要顺探伊，免咱顺探伊，就是遵照主的教示，听上帝呼召。遵照上帝教示，什么是上帝教示？就是照顾迄个气味细一个。若是你知有啥物人需要，你就去补足伊的需要。顺探伊，就是听上帝呼召。上帝俾你伫遮主来服侍伊，你就愿意顺探伊的呼召。昨日先花堆，听到华老师甲志贤姐伊的第二后生，伊今年献身真多。专职的服侍者，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，因为已经过七年律师的考试，真无简单，才摕到迄张律师的执照。照你讲，伊的人生开始要一帆风顺，伊要成做一个大律师，干脆伊阁当赚真侪钱，嘛有一个真好的社会地位，因为站出去讲，我是。这是人人所尊重的。总是当伊摕到迄个律师的执照了后，过一年，伊讲我要来献身。惊到的，就是上帝，是父母。请示你摕到执照了后，你要成做律师了后，你要变做什么事？牧师。牧师甲律师有差无？伊卖甲我讲无差。徛伫人个价值观差真济，非常个济。若是你个囝会当做律师甲牧师，你要选择倒一个，用你个良心讲，你毋好欺骗家己，嘛毋好欺骗上帝。总是伊个囝个真清楚，这就是上帝个呼召。你踮个顺服，放下你世上所有一切，听上帝呼召，因为伊要服侍人。要服侍上帝，这就是对上帝疼的回应，非常非常的不简单。像所以我还没考到的时阵，伊就讲我要献身。真侪人讲啊，就是考袂到律师，才要去献身啦。就是找头无好，才要去做牧师啦。以前我查亲人，伊的时阵，大阿妈咧讲，考袂到先来，考袂到大学咧，才要去做牧师啦。不是，是因为咱要将上好的献上。所以我知影，伊坚持，甲伊摕到律师了后，伊是要甲人讲，我将我备办甲上好时阵，我才要献予上帝。我无爱予世人看讲，因为你考袂到律师，所以你才去读神学院。这是人的价值观。所以咱真感谢上帝。我想当咱知影，这是咱的兄弟。虽然检查咱无熟悉伊，咱为伊来祈祷，真正无简单。结婚，佮有细囝。要献身这条路非常的艰苦，非常的辛苦，总是变惊。耶稣是因咱兄，会供应伊所有一切的需要，所以即马需要是咱的信心。咱搁三个来唱这条诗歌，上帝真好，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好拢无同款。愿咱亲亲伫思想，上帝安怎对你好，你会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好。